3月20号至22号，由山东省太阳能行业协会和新成华展览公司组织举办的第18届济南太阳能展将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召开。大会采取精品展览加高端峰会相结合的形式，来自全球的600多家新能源品牌企业将盛装亮相，重点展示太阳能光伏、储能、多能互补等全产业链新技术、新产品。